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组织通则，修正日期民国89年6月14日。 MP3 录制者露天拍卖 Aaron 7986第一条，国家风景区管理处，以下简称管理处，按各国家级风景区之划定，依本通则之规定分别设置之。管理处隶属交通部观光局。第二条，管理处长理国家级风景区左列事项：一、观光资源之调查、规划、开发、保育及特有生态、地质、景观与水域资源之维护事项；二、风景区计划之执行、公共设施之兴建与维修事项；三、观光、住宿、游乐、公共设施及山地、水域游憩活动之管理与鼓励公民营事业机构投资兴建经营事项；四、各项建设之协调及建筑物申请建筑执照之协助审查事项；五、环境卫生之维护及污染防治事项；六、旅游秩序、安全之维护及管理事项；七、旅游服务及解说事项；八、观光游憩活动之推广事项；九、对外交通之联系配合事项；一零、其他有关风景区经营管理事项。第三条，管理处视国家级风景区面积、特性及业务需要，分设二课至四课，长理前条所列事项。第四条，管理处设秘书室，长理文书、研考、印信、出纳、庶务及其他部署各课是事项。第五条，管理处置处长一人，职务列简任第十职等至第十一职等，纵理处务并指挥监督所属人员。副处长一人，职务列简任第十职等，相助处长处理处务。第六条，管理处置秘书一人，职务列简任第八职等至第九职等，计正三人至五人，职务列简任第七职等至第九职等，课长二人至四人，职务列简任第八职等，专员三人，职务列简任第七职等至第八职等，计是五人至十五人，课员七人至十五人，职务均列委任第五职等或简任第六职等至第七职等，计左三人至五人，职务列委任第四职等至第五职等，其中二人的列简任第六职等，办事员二人至四人，职务列委任第三职等至第五职等，书记二人至六人，职务列委任第一职等至第三职等。第七条，管理处设人事室，至主任一人，职务列简任第六职等至第八职等，或至人事管理员一人，职务列委任第五职等至简任第七职等。